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来念一念第十一课《纸》。古代中国有四大发明，纸是其中的一个。你们知道有哪些东西是纸做的吗？纸是怎么做出来的？纸在我们生活中到底有多重要？书本、卡片、图画纸、卫生纸，甚至是钞票，都是纸做的。生活中到处都看得到，而且每天都用得到。纸是用树木做出来的。古代做纸的方法和现在不同，以前是手工做的，现在都是机器做的，所以现在的纸又轻又方便。虽然纸在我们生活中这么重要，但是做纸要砍很多树，这样已经影响了我们的生活环境。为了保护环境，应该少用纸，或是多用再生纸。好，这是我们第十一课的课文《纸》，请各位同学念一念，并且记得录音哦。你们都很棒，加油！